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是东方圣人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坐私人飞机了，哎，开门吧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们 last go 了。坐私人飞机，对对，门关起来，门关起来，超赞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坐我的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诺亚方舟，是那个私人飞机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呢会跟一些人过去啊，对。然后现在电梯的这个号码，我们已经往下。啊，那现在就准备开门。Oh yes， 大家喜欢吗？快按赞哦，嘿嘿。啊，要大。阿公好。你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外面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用跑的啦，你看。然后呢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持续的在前往机场路上。我们走路啊，我们未来人用走路就好了，很快就到了，比开车还快。啊，但风景，沿路风景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要上我的私人飞机了，哎，哈喽，我们已经上来我们的私人飞机了，耶！这是我们私人飞机的那个大厅哦，后面是舱门，各位来宾搭乘贵班机。Oh yeah， 这是我的私人飞机的这个大厅哦，你看还有这个水晶吊灯哦，这个大圆环大厅。Hello， 你们看，它在二楼哎，你看我在一楼，它在二楼，然后旁边是手扶梯。Yeah， 我们欢迎所有的伙伴一起来集合，面对镜头来，大家yeah， 看镜头yeah， 来啊哦。那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圆环的这个飞机的大厅哦，你看我表妹跟我的这个弟，我弟啊，在这边来，他们都向镜头挥挥手。嗨嗨嗨，我在二楼，哎，我往二楼看你，往一楼冲。